来你甲我的冤家搭嘴，也是生活的趣味。所有一切，所有一切，是因为爱你。爱我就莫阁遐尼费心吃，我挺好对天唱歌，你挺好四界探听，为什么你永远讲袂顺畅？我担心，希望你对我信赖，你的心我对你真心对待，无小心虽然在花花世界，你才是我的最爱，我期待。我需要你的关怀，你了解。细心的只是善待，要安怎？莫怪我乌白乱猜，你才会知，拢为着咱的未来。原来你甲我的冤家斗嘴，也是生活的趣味。所有一切。大家哪有看新闻报道？目前咱分做两边，第一部分咱的物资要送去病院，第二部分咱要送予居家隔离的人。伫恁手头的拢是居家隔离的名单，咱就照这名单分送物资。喂，喂，妈，你有没有看到新闻？有啊，我们正在看啊。这次的 SARS 大家都好害怕哦，好多人出门都戴着口罩，有些人哦，甚至都不敢出门呢。我真的好害怕哦。那你们呢？还好吗？我们还好啦。我们现在啊，师兄师姐啊，去送那个物资给居家隔离的人，我们要准备去拍摄了。啊？你们现在要送物资去给居家隔离的人，啊，那个不是会传染吗？会不会很危险啊？不会啦，你放心。而且那些居家隔离的人啊，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资上，都需要我们的。好啦，那你们小心一点。没啦，阿丽嘞，你现在在哪？我在大伯母家，她有过来吃饭。好啦，安内德后，那我们去忙喽。好。带新闻女方编译。很多住院病人只有接触时，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就被隔离。他们看到医护人员进来自己的病房时，都全副武装，压力很大，很恐惧。哎，没有，随时会。得先关起来，卖看。我要看到到底让我们敢出门啊啦。担心性命。哎，啊，你有打电话爸爸妈妈，甲因讲要伫我遮食饭无啊？我有卡啦。因讲要送物资给居家隔离的人。啥？啊，佫要送物件去过去给因哦？嘿，即马严重呢，迄人听着吼，啊，倒来走甲爬啊，啊，因佫去哦。阮妈着讲，即马是上需要送物资的时阵，伊一定爱去啦。啊，敢着爱做甲安尼？啊，迄工斗三工嘛，着爱顾虑着家己的安全啊。你这阵啊，唔爱回去，你住暗家。啊，敢有这么严重？你当，哦，你回来了，拄好，去。阿伯，卡一下电话给我，阿龙，你来接你啦。你卡因创啥？啥事啊？嘿，这摆安尼严重呢？嘿，人听到哦，都飘袂赴啊！哎，两个阿婆哦，哎，伫做边呢？人因嘿有家己预防的方式啦，你免烦恼济啦。你
传染病的，即马倒到偌严重啊！你敢知影？你唔好来啦，万一咯。阿姆，我妈讲无代志吼，就一定袂有代志啦，你莫烦恼啦。就是啊，人做人该做的代志吼，你莫烦恼我济啦。哎，对啦，啊佩文，你若今日家己来，壮汉嘞？壮汉哦，伊去消防局当志工。哦。消防局？啊，做什么志工？伊就伫咧消防局当救护员啊，啊，常常对救护车去急救。哈？啊呀，安尼哦。哎、啊，恁、欸、这一家伙哪会拢安尼啊？迄大家听着我劈都劈袂赴啊！啊，你全家伙爱直走去，啊，实在是哦。你莫规天烦恼迄有诶无诶啦，遐遐先食饭啦，啊，别问，别问，别问。拢叫吼关在厝内底隔离哦，啊是要隔离偌久啦？即摆全台湾吼，拢伫SARS的高度警戒内底啦，所以只要有发烧的状况吼，拢需要隔离啦。啊，你敲电话给恁小弟啊，叫伊哦载一块食的物件来，安尼咱就唔免出去啊。我拄仔敲过啊，但是伊某就不准伊来啊。换作是我吼，我嘛袂让你出来啦。石彪师姐，淑姐，啊你医术消好？我消好啊，啊你嘞？我嘛消好啊。您讲啥？遗嘱啊。遗嘱哦。嗯。即马伫这SARS的期间，大家拢人心惶惶。有的人去往关在病院，有的人留在家里做居家隔离，整台湾都也惊到要死。你是会怕家己被感染到？我也会怕啊，但是我有想过，这当阵啊，若无去帮助别人，是什么时阵要去帮助呢？所以我也是把遗嘱准备好，万一我也受到感染，袂当再看到我家里的人。安尼，我所有要交代的代志拢写好。安尼，我想我都无遗憾啊。淑姐，咱这边要送的物资哦。哦，安尼咱先吃吼，再续来这个路线。连咱家己的亲人拢无法度来给咱斗三工，结果伊准备这么侪物件要来救咱。电视顶有讲啦，咱只要吼打电话给伊，伊就来给咱斗帮忙啦。哦，想袂到吼，伊拢无过台反对，好佳哉有慈济。查某囝哦，甲我问讲啊，大家都在害怕 SARS， 为什么你们慈济人不怕？还一直送物资过去，还在医院外面设站。跟我师兄师姐啊，无怨无悔的写遗嘱，都是为了会帮助家的人啊。我那家的时阵哦，我嘛捌想过这个问题呢。总讲我若是咧做一件有意义的代志。
而且这件代志，唔那是为着我家己，是为着真侪人。我想，我嘛会当牺牲我家己的性命。来喏，进来啦！这早起志工在和平医院门口翕的，紧剪接一下，要给大家台，安尼因才有资料通好用。哦，好。啊。阿亮。啊。哎，你吃饭啦？从什么时阵搁讲我吃饭的代志？啊，代志爱做，身体嘛爱顾啊，顾好才当做较侪代志啦。在啦。真感谢恁，在阮上需要帮助的时阵，愿意出手甲阮斗相共。阮摕到恁送的物件，心内充满着无限的感恩。恁的存在，让阮搁再一次对人世间的温情，未感觉绝望。恁，让阮有活落去的力量。若是会当顺利度过这次的危机，一定要亲嘴甲恁讲一声感恩。看了这些新闻哦，就能清楚知道爸妈到底在忙什么。黄子把这些灾难剪辑也更多人知道。如果透过这些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，那就会有更多人愿意一起去帮助和关心。对啊，他没日没夜的运送物资、报道新闻，真的很辛苦哎。哎，钟汉，我跟你说。我今天啊到大伯母家吃饭，大伯母说啊，我们家的人哦真的都很奇怪，啊大家哦拢夹到离口卡，只有咱家的人拼性命为来得救啦。尤其是我在跟他说你去消防局当救护员的时候，你干嘛跟他说我要到消防局当救护员？这又不是什么坏事，干嘛不能说？不是啊，啊他们不了解，我怕他们担心，我不想要家人担心我来做的事。你们都只担心救别人，自己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吗？我可是有受过专业训练，我可是有执照的，不要担心。当初就希望自己可以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，所以才没想过自己啊。好啦，救别人要紧，自己的安全也要顾哦。放心啦，我很英勇的，在你交男朋友之前，有这个坐地也保护你。再跟你讲认真，你在那边给我嬉皮笑脸。我很认真啊。真的很感谢慈济，在我们被隔离的这一段时间，他们这群志工不顾生命的安全，给予我们精神跟物质上的支持。当我隔离在病院的时阵，我听到外口传来主持的歌声，我知我并未孤单。又搁有一群师兄姐，无名无利，咧为我祝福，咧陪伴我。阿亮，阿亮，好啦，要困，等下困啊。啊！你用了啊？对啊。啊 ，SARS 哦，终于结束了啦，封院哦，也终于解除了。
不然呢，就当告一段落啦。对啊。就这人拢无法度了解讲哦，为什么大家不敢靠近你的义区，慈济人却不怕？就这人哦，唔是无咧惊啦，是甲别人的性命当作比家己搁较重要，才会当安尼不顾一切往前。你敢知影我即马就想要做啥物代志啊？啥物代志啊？即阵嘛，大刚咧戴口罩，我就想要好好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啦。过两天哦，还有新任务咧。你等个金色？不是啦，哇哦，是要去仓储大楼拍新建工程。要去仓储大楼做个相机伴。嗯，呀。我就想要问，迄相机伴是啥物人想出来啊？上人吼，因为冬令发放，而且阿嬷吼，无会谈到资本啦，请韩师傅研发出来的。哦。哇，实在是足厉害呢。对啊，你想哦，迄受灾户啊，我当下会断水断电，阿嬷无会。香鸡饭咧，水一泡落去，就会当食呢，足方便的呢。啊，不过还是祈求国泰民安啦。对啊，来，来等。经过了许多灾难的发生，让我们这些人文志工。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，更确认了记录历史的重要性。最令人开心的事情是，宗翰受证辞呈了。慧文啊，你到底做工课敢有介意？喜欢啊，这是我做过哦上介意的工课。嗯，安尼就好了。爸，妈，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谢谢你们大家都能来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这一世我们是母子，可是呢，我希望我们生生世世都是法情。规家伙仔拢足平安的，宗翰受证，佩文也在大爱台工作，我和怡龙有相同的职业。这个时阵，我真正感觉家己是一个足幸福的查某人，也不过想袂到。应该是同弟明仔载上班的代志吧。让你送我回家，真不好意思，谢谢你，晚安。送人回去。那有那么考工？敢那虎背无名，拢可能，那是细细留名的，一定有啥物。
是查甫还是查某呀？卡住去！哎呦，别个啦，这下留手机啊，得卡住去哪一个啦？有啊，手机啊。好。找不回来。啊，恁是搁安怎啊？无啦，明明就有。哎，你安怎早就起床哦？昨暗睏少好，久久无睏遮饱。哎、欸，阿英啊，今日要做伙出门无？哎、欸，我咧问伊啊。妈妈，我食饱，我先出去啊。你是安怎？我咧问你诶，你会小应者？心情无好，无想要出去啦。我会换咧。你买只是不要家己摕哦。你是安怎？透早就要找人冤家哦？上对药啊你！虽然我心情无好，讲袂话咧。对啦，都刚刚要上当。师姐安娜，吉隆师兄早。哎、欸，搞早搞早。今天要出班后，再麻烦你多带一台相机。哎，好啊，无问题啦，这摆车顶拢有哈。最近出班拢坐你的车，感觉真歹势呢。哎呀，这小块代志免说多谢啦，无代志啦啊。等一下见哦。好，您早早来，我随到啊。现在有人就是安尼哈，他明明就知影人有无，还不懂得保持距离。证据。
知道你这样做会自找麻烦啊。妈，你没有跟爸出去啊？谁要跟他出去？你们两个又怎么了？怎么怎么了？是他怎么了？我没有怎么了。哦，那他又怎么了？伊哦，最近从外家回来嘞，原来是再把他登去厝的。还有什么别人？一定是一起工作的人啊，顺路啦。顺路？看我家里孙，他不顺也会送，好不好？那你干嘛生那么大的气？爸一向都这么热心啊，你明明就知道。不是啊，我两者就奇怪嘞，明明就知道人家是有老婆的人，还黏那么紧哦。我跟你讲，近期的花钱贵这种代价，我一开始也觉得没有怎么样啊，可是嘞，后来就越来越超过，好不好？你家这盖是三更半夜传简讯来嘞，但是我下面为什么要三更半夜传，对不？传简讯给爸？对啊，不然传给我。你偷看爸手机啊？我哪有偷看了？我没有偷看，好不好？我是观察，我是在观察说之后事情会怎么发展啊，才没有偷看嘞。哪里我？没事。哎，什么没事？什么啦？不啦，我本来是想要祝你观察顺利。但我想想，好像不能那么顺利哈。没事，我进去。哎，阿伟困哦，简洁啊。嗯。好。哎，阿丽。安娜。阿丽今日去倒啊？分会啊，去提袋子转来安娜。无啦。好，拜谢辛苦。到底有什么代志来问我？我知影迄个查某有传简讯来无？这个无名，我就去啊！阿英啊，你的手机啊啦！林依龙啊，你是？师兄，这你的手机啊？师姐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无啦，
昨暗时这支手机啊有较好我，我想讲回拨看看看是谁。师兄。无啦无啦，歹势甲你叫了无代志啦，哈。我手机啊嘞。你摕我手机是要创啥啦？我都……你都安怎？啊！你家己做啥物代志？你家己知影啊？什么做啥物代志？你偷看我的手机啊？人拢卡转来啊？谁卡给你偷啊？啥物给我偷？你哦，无遐尔巧就莫做戆代志啦。奇怪的，靠吧，人唔知隐藏号码，即马手机哦又回拨啦。阿娜，我甲你讲，我工作了哦，就煞别人转去啦，只剩四个人，唔是我甲伊两个人尔。啊，你无甲我讲，我哪会知啦？我，对，我无甲你讲，好，拢是我唔对，甲你袂生个咁会用的。啊！你一开始甲我讲就免安尼啊！免啊啦！我即马开始哦，你莫安尼怀疑啦，嘛免安尼怀疑啊啦！迄个痛苦是要创啥？为什么你知影无？我要甲你离婚啦！你讲啥物啊？我无讲要离婚啊！你无讲，我来讲啦！讲你个收收收，唔知咧收啥物物件啊？一支嘴尔啦，结果咧，什么拢做袂到。我要甲你离婚啦，而且哦，你一仙钱拢无啦。逐天来讲收收收，收伊落去，哈？一支嘴尔啦，什么拢做袂到。即马开始哦，你莫安尼怀疑啦，嘛免安尼怀疑啊啦，迄个痛苦是要创啥？为啥你知影无？我要甲你离婚啦！李易龙，我伫你的心内到底算啥物啊？离婚呢？你竟然甲我讲要离婚？是要去倒？我要去金色啦。你又跟爸吵架？你爸说要跟我离婚啦。离婚？要离就离啊，只是我现在需要静一静。哎呦妈！爸有可能只是在说气话，他不会跟你离婚的啦。怎么不可能？他话都说出来了。我现在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我还没有办法面对他。哎呀妈！
他们两个就是这样，吵吵呵呵，不用担心啦。可是这次好像很严重哎，妈说爸要跟他离婚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想也知道。不可能。就是说，你以为只有妈依赖爸，爸也依赖妈？他们两个从以前就都24小时黏在一起，不是吗？那爸知道妈去金色吗？平常都是他带她去的。拜托，爸不用问也知道啊。妈除了金色还去哪？说的对。虽然他们两个很常吵架，但是这次爸说要跟妈离婚，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吧？那只是表示他们这次吵比较久。啊。那我们要赶快找机会劝劝爸，因为只有他心软，事情才有转圜的可能。那就只能靠你哦。你也知道我跟爸说不上话。对啊。我跟你离婚啦，李潇，你几身钱都没啦。我17岁就嫁给你了，一路走到这摆，你竟然会当这么想我，敢讲这就是我的命？吃什么？加米啊！你自己煮的。没嘞。哎，阿妈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啊？没。她去哪？不知啦。你们又吵架？没在冤家啦，只在起笑，别插伊。啊，你都不担心她没有回来哦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那能去哪里？不过就金色嘛。哦，姐，不用担心啊，我去金色，爸一定会开车载他回来啊。想得美哦，所以就开车载他回来啊。我没有做错事情，我干嘛先低头？那可是这样就没有人煮东西给我们吃嘞。你们都大，自己不会煮哦。啊，我做的比较好吃啊，又好煮给你们吃。爸，你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，我们的事情你不用管。那我们回房间了。卡叔讲我会当好好踮伫个金色，心情会当平静，莫阁安尼起起落落啊。你知有多好啊，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心情若是不好，会当讲出来啊。无定着，我会当跟你斗相共。我是因为我的囡仔，我的囡仔身体一直拢无好，我
看过足侪医生的，我开足侪钱的，啊，不过效果已经拢无好。阮家的经济压力实在足大，囡仔处处被伊，处处日日已经过遐做啊。那是为着囡仔半步，啊，靠阮先生。为了钱一直跟我吵，为了囡仔半边嘛一直跟我吵，我现在就烦恼。在你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问题要面对，嘛拢有无共款的代志在痛苦。啊，不过即摆重点是，你把心情放好轻松，啊放较开的。才会当好好处理代志啊！所以我唔只定定会来真相。是啦，加听师傅讲的话咯，会有帮助啊。我来到真相，我的心情就做平静的。不过我若离开真相，我的心就做乱的。我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一项都无法度处理。我实在不知道怎麼才有辦法把舒服的話用在我的生活當中。師姐，你可以教我要怎麼做嗎？就跟那个苏姐同款，一直想要从自己的苦里面解脱出来。每次在金色的时候，都感觉自己得到启示了。但是，一离开金色，回到自己的生活中，阁为着赶快的代志在困扰。原来听话是一回事，真正的把话用在生活之中。可就等下落来行，我是不是真正想超过啊？我是不是爱甲伊拢回失礼啊？又唔过，是安怎我回失礼啊？假使讲伊若真正爱我，是安怎就袂用加替我考虑一下？最近看起来有事哦。我心里面是有点郁闷了。有什么郁闷？我跟怡龙已经结婚很多年了，有时候是会吵架，然后有时候他的脾气不好，我也可以忍耐。但是就是有一件事情，我心里面一直没有办法放下。哦，说来师父听听。怡龙的女人缘一直都很好，然后她的个性又很热心，别人如果要她帮忙的话，她都一定会去帮忙，她不会拒绝。可是有时候这个分寸的拿捏，我都不知道说怎么去界定。我有时候会提醒她说，她已经是个结婚的人，有老婆的人了，然后要她不要跟那些女人们太近，她就会觉得说我疑心病太重。你有吗？有时候我是觉得是别人靠他太近，可是有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不懂拒绝啊？我每次跟他讲这件事情，他就觉得说我疑神疑鬼，所以是他还说要跟我离婚。这件事情造成你很大的困扰。
种子吹起，我永远也不会看到花盛开的奇迹。若不是因为雨滋润了枯萎的大地，我也许看不见那天边彩虹的美丽。若不是因为你偷偷地住在我心里，我永远也不会了解爱到底是什么意义。